定。嘿，李总哎，吴英嘛，买一万块办公室要拆迁不？没呢，我没公司要报告。我当然嘛，知你没公司要报告啊。要不过我就看你敢那做小心要坐我那个要当处长的大位，所以邀请你去拜，和你去姐姐。你敢那对我开临时董事会，敢那真不管吼？要不过这里面的怪怪，像个你家己的行为不检点，不出这样子风波出来啊！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饭店好哦。你敢咪想过天津啊？廖总讲召开一个临时董事会，就会当爬去我的董事长大位坐哦。我相信老客同款是支持我的，所以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哦。要不过顶边你都已经输过一遍啦，这边搁输，应该我那关系关系心里较疼。嗯，要不过吼，会也未开呢，你就是继续红声啦。等会若开锁啊，我才看你怎样保持今晚这么有自信的笑容。我有代志要找你，你敢有确定甲阿爸讲好势临时董事会的代志啊？我感觉李嘉平哦，伊太过有自信啊，唔知是要出什么后步对付我。虽然定确定客都是支持我的，我绝对无要让任何人搞对董事长的 DQ 了。放心嘛，这个代志我早就交代好势啊。啊，不过今嘛，我有更加要紧的代志。你来，董事长有你的包裹。啊，不行，奇怪，那也无寄件放的资料。啥？你紧看麦。准报警，准备三亿代表交换牡丹，账号静候通知。看起这个人对咱背景真了解，这针对咱一个一个恐吓，一个一个恐吓。你意思是，你有那收到同款的影片？我就是提这个来要让你看，想要到对方下手较紧，我来教你啊，真正是好胆。竟然敢开水要得三亿，伊是唔惊无命通好开啊！这是什么人要安尼送电话？到底什么人？即马竟然跌出来对我那不安全啊！你要是要怎？无人比赵英凯更好，我那两个，你就是，你就是，啊！不过今嘛咱无证无据，赵总讲你知影是赵英凯，你也是无依法啦。我看哦，爱心枪黑出来的查清楚，到底是啥物所在，防止监视器来监控。阿哥，今嘛这状况，咱就要先报警。不要报警，绝对不要报警。那是报警。对方给这证物嘞，可是说警察、检察官要跟我关拢会看到，你先怎个拿出去？你是傻包，我是傻坏，你莫想要做人，我干要做人嘞？对，我今晚来找赵明凯，别个牡丹偷出来我，我要改善我销毁。对对，陈姐，你莫在冲动啦，这件代志啊，真正是赵明凯做的，你即摆早已经捣乱，都钓着人家假啦。啊，我变做。
我老爸总大，我得家己再想出别的办法来要欺负我。这搞鬼，我绝对不会去。走走，再见。妈，咱倒也得偷等来。阿连我爹，咱倒所有的人对赵家公妈，总算有一个交代。姐夫，阿是讲的黄文川跟潘倩倩，那我应该这地给你啊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是照法律的程序在行，绝对无违法。而且我跟倩倩买个离婚啦，对今晚开始，咱赵家都无将五亿的成本。咱今晚跟一款查某人哦，都变过安尼苦苦甜啊啦。啊，不过妈，你现在今晚跟潘安娜离婚啦，就不能跟我冤家呢，我真无聊哎。无聊，无聊不是在拼扫进去啊？你看，你跟我起来讲，我听听。张凯，你想要搞个这种形式？哎，明仔来啊啦，你别无聊啊。潘娜，啊，我离遐跟你离婚啊，啊，土地嘛还阮啊，借问一下，你来阮家是要安怎啦？问恁赵家的人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我都已经跟你缠无到水无流，土地嘛已经还恁啊，现在怎么用这款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？潘先生，你讲话较客气啊，想用下流的手段来对付你啊？就你啊，为着要把土地退回去，怕死都唔肯跟我离婚，规天啊对前对后，害我未食未困的，结果伊拢做甲恁家阿伯单传单侮辱我。今嘛我已经把土地还恁啊，嘛还恁自由啊。现在都要用这块下人宝石来毁坏我的名声，莫名其妙。潘倩倩，啊，当土地我提回来啊，应该嘛跟你离婚啊。我真正无想要搁跟你有交缠的。搁再讲，我应该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啊。刚刚呢？啊，恁条街作风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啦。君子拢做滴水的，背后拢是做小人啊。安怎？走啊！啊，哪搞该死，气死了！我都已经跟你离婚啊，我已经自由啊呢。我跟黄文昌要安怎，那是阮的代志，别再挑衅阮的样片啊！这敢是心爱光碟？潘安呐，阮离开跟我这尼啊无聊，土地都还阮啊，阮敢需要那对待你？我知道了，你自我感觉良好，对不对？你还想跟我离开，吃醋？张英凯，你做真简单，就是要赚钱尔嘛。寄物件来恐吓我跟文昌，而且还传简讯要来搞阮偷三亿。张英凯啊，就算讲恁爸妈要看医生无钱，以后要去蒙白，嘛无需要有个这么济啊。潘先生，你别纠缠阮爸阮妈。安怎？我的一生五年我都没好你啦，既然你敢安尼对付我，那安尼我嘛没好你后悔，我绝对要跟你讲个死。偷袭，偷袭这种代志，你教我，我唔知道要怎做。要过潘倩倩，我今日真欢喜听到你家讲这个好消息，因为你总算有报应。你免搁伫遐假做唔假当哦，安尼你生啥物查某囝？假使讲你也无想要食免钱饭，赶紧着把母带交出来，让我销毁。啊，若不到时阵，这影片老实给我绝对的。绝对安怎？潘倩倩，你走来阮家骂我，纠缠阮爸阮妈，个个我甲你偷袭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啥物证？这影片是我爹厝内底红偷袭的呢。除了你，我搞啥物人啊？你确定？潘倩倩。你得罪遐尼侪人，还佮黄文昌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今仔日恁洪涛去性爱光碟，讲危险，这是恁家己做起来，你佮佮来找我兴师问罪，你这袂见小查某，卡叔你要偷公道，应该是我向你讨，卡叔要行法院，应该是我告你才对。张英凯，好啊，倩倩，听我口讲，啊，恁当哦嘛是算虎头虎面。你若是讲哦，要家己一个人名见小，你嘛替恁爸爸留一寡面子啊！你都无证无据，谁人要侮辱阮英凯啦？
伊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啦。简大哥，你敢知你这宝贝后生是用什么款的手段逼我把土地承认的？我唔管你安怎秘密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我给你后生。伊哦，若要报复你，早就报复啊啦，谁人就等个离婚啦。即马你跟赵家无任何的关系，请你出去。除非你和我一个交代，啊，若无绝对唔走。哦，唔走是，可我需要放炮啊，请你离开啊。还是要阮报警，请议员啊。唔免用个黑啦，啊，若要好人走哦，一支扫帚就够。老师说的对，言教不如身教。原来赵英凯就是跟林志对北部有样看样，算才学会晓一款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。潘安娜，你是好阿妹，拜托你紧离开。你若是无要离开，安尼好啊，我用 Photoshop 哦，替你的光碟做一张封面，好不好？啊，厝边头尾大家画一张啦，看你以后有面头来无？我相信李兄绝对袂做这款代志，这一定是潘安娜离婚了，唔甘愿把土地还来，才用这种傲步要侮辱李兄。我看这影片，一定嘛是假。卡叔讲啥是假？潘安娜拄只是安怎这样激动啊？无安尼好啊，紧帮我带看卖啦。声音比怪怪，我嘛感觉有问题。这段影片摄到的角度拢是千千一遍，查甫为什么人根本看不清楚？而且这段影片一看就是经过剪接，敢是黄文章偷摄的？这段影片摄到的角度拢是千千一遍，查甫为什么人根本看不清楚？底下这段影片一看就是经过剪接，敢是黄文章偷摄的？啊，黄文章不是跟潘先生做伙，是安怎搞安尼做？倩倩手里有真多现金跟股份，咱待土地行烂以后，黄文章都无法度做土地开发，伊极有可能想为倩倩一边，把损失讨回来。嗯，有道理，至少即马证明李遐是清白的。那么，若是李遐做，伊敢需要对黄文昌这样好，拢无去着黄文昌。嗯。啊，这个黄文昌的心肝真正真凶呢。我想袂到刘伟这样善良，竟然有这款后生啦。妈，你别烦恼啦，这件代志跟咱无关的。啊，嘛希望倩倩较早想通了啊，莫一直叫是讲哦，咱赵家拢要针对伊啦。赵英凯那回答你，敢有甲你回信嘞？伊要哪有可能甲我回信嘞啦？才怕信不信？这赵英凯真有够无路用的呢，敢做不敢当。除了伊以外，谁搁敢跌出来在搞偷袭吧？我就知影是安尼啦，无证无据，你找我也无效啊。伊提这物件威胁你受罪呢，伊哪有可能承认？而且赵家一群人，搁被赵英凯做伙咧欺负我。因糟蹋我，甚至搁赶我出去呢。我真是烦恼，是赵英凯因会把光碟捞出去。为着要报复咱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伊就呛声讲买二三亿啊，咱若是无想办法，恁赚到这钱，伊是绝对会放咱线。
要唔过我已经来讲啊，钱我无可能给伊，千万莫给呛声。只要伊若敢讲地流出去，我就一定要告伊到死。你哪会遮冲动啦？你给呛声敢有效？伊敢会乖乖听你的？只是会加生气，煞落来哦，唔知佫会出什么垃圾波啦。那你即马是要安怎啊？我都无其他办法啦。好啦，即马想遐济啦。临时上厝的时间差不多啊，敢要先倒去？对啊，我再有你提醒我。好啦好啦，咱即马是倒去饭店啊。拢卡在度假村那边，我都解决。那无，我就直接找赵英凯桥，绝对袂让你受到这款的侮辱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代志。你看到啥啦？你较冷静的啦。是咱去红桃园那边，去来关家。姐姐，迄不是啦，迄是饭店 SPA 汤位广告啦。是去有赵英凯偷袭的代志刺激到啊，心内才会这么不安。看你这惊吓，我真正就不甘的。阿昌，这件代志我无法度一个人应付，你来我当上班。你放心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咱两个人做伙解决这件代志。好啦，这是饭店。我看到你这模样，让伊起怀疑。你先去办公室好困，我去替你买你上爱啉的肯亚咖啡，让你提神。安尼你才有精神去应付临时董事会。还够大碗，我特别买两份，就没有你。真是哦！啊，这间我唔捌去过呢，等下来吃看卖。呀，咱来公家。嗯。啊，便当碗。你今日看起来心情未歹哦，是不是有啥物好代志发生啊？算是好代志啦。啊，不过因为我今年醒来就有一点补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刚下定。到底是什么好代志？干嘛讲我听？我谈恋爱啦，就是今年看到迄个李佳亮啊。是伊哦。啊，你不是讲伊结婚？伊有保证，跟我做伙了后，袂甲别个查囡仔学袂来，而且答应跟伊交往的啊。所以这是咱最后一次做伙食便当啊。伊袂当做出会互我误会的代志，我也袂当互伊误会啊。虽然我知影伊人真实在，而且我嘛敢甲伊当做朋友尔，啊，不过总是爱顾虑到伊的感受。啊，就是讲，以后咱来保持距离啊。是的啦，我是来无方便讲，以后要去看电影就看电影。要去夜钓就夜钓，我知影我甲你的情某生了出成的，所以你看到我，你感觉足安慰。啊，不过我真正不是伊啊，
咱两个敢系当做朋友尔。要唔过你真正甲我的太太生得足像的，一点都无差别。我根本就无法度相信你就是爸。你是不是有失去记忆？所以你才袂记我，袂记恁爸。就是这年多好，我确实有失去记忆。那就对啊，你一定是遗传无唔对。我就想要知影这段时间你到底发生啥代志。你先听我甲话讲完好不好？我刚才失去一部分的记忆，其他的代志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包括我是谁，我家有啥物人，我有一个姐姐。你有姐姐？你不相信啊？不相信，我即马打电话给伊，叫伊甲你讲。那无将，我搁卡一遍。应该是咧无用，才无接电话。敢是你接起来？公司啦。喂。哦好，我叫他水等。拍谁哦？临时有电话，包裹爱上，能帮到帮到家，我想来走啊。不等。还是安心下吧，哪里要的？来。多谢。你点紧紧的让乔林太太，再见。日本请来的，口音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啥代志？你的日文补习班甲你报名报好啊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套袋不是已经套回来啊？哪会讲油头甲面心事重重？我哩想讲哦，我昨人讲的七点多。人咧讲福无双至，即马刚刚找到宜萱，阮家土地就变抢。阿姐啊，即马刚刚把阮的土地抢回来啊。宜萱说已经稳定交阮的男朋友。既然你这么艰苦，阿无我陪你啉酒解忧愁啊。看你是要啉高粱的威士忌，还是红酒、白酒，我即马随来买。变啦变啦，饮酒伤身体，我无想要做一个刀片人士啊！你坐伫遮伤心甘苦，嘛是感觉一点帮助拢无啊！你敢无拍算要去甲叫回来哦？啊，既然若是安尼哦，就表示我有机会啊，对无？其实哦，我嘛是当给你温柔的安慰，我看安尼啦。咱两个哦，今麦就来去约会，看你想要啉咖啡、看电影、爬山、钓虾啊，拢会用的啊。咱一边哦培养感情，啊一边哦会当让你转移注意力。我今麦无心情，我无帮你想遐多。你无在条想哦，你就莫想，我替你想啦。啊，你看你今麦呢，无魂无体，敢若稻草人嘞。我牵你去倒，你就跟我去倒，呀。起来了，你到底这样嘛是浪费公司资源。大哥，你爱深呼吸，慢甲开胃掉嘞，安尼心情才会快活。紧的啦。算命
安呢？是来算看吗？看你有机会跟你某约回来吧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呢。你不信，我信啊！呀，算一下，袂敢是对吧？你好，哇，你好，替这个帅哥算一下伊的 M M。好啊，啊，我就请您叫吼，替这位友人算一下。是讲先生，你之前敢那是用乌龟在算命，安内今嘛干嘛鸟啊？好，我遮久哦，真灵蛇，去用别走伊啊。我今嘛甲讲了吼，家是伫咧鸟顶面啦，所以你放心啦，这鸟吼，佫较灵蛇。我就甲你讲，我不爱信。我就跟你讲哦，心诚则灵啊！啊，你怎么这么伤心失望？算命怎哪要紧啊？若是算命好诶，无你看你有新的希望啊！啊，若是算命歹诶，敢会比即卖搁较歹？林鸟，林鸟，麻烦哦，你替赵信达先生哦，求一个签，算看嘛，伊的婚姻感情安怎？处理变风云线，光明清净照世间，一番前途大路通，诸事千劫保平安。好，这是上吉签。啊，这签诗的意思就是讲，恁两个姻缘就敢那太阳同款，若是气候云炸着，散去了后，恁就会当结作连理。万事对通。不是啊，先生，我是请你哦，算伊的姻缘，不是阮两个，阮两个不是一对啦。是哦，啊，不过陈少公，恁两个真速配呢。啊，不是啦，阮两个真正不是一对，阿婆，你请伊搁抽一支啦，搁定抽一支。一输不止破啦，同款的代志袂当让陈少算。阿婆，咱即马该切字好啦吼，好我算一下，一边一定算啊准。咦，心怀疑，记得好，将枪好，有心咬靠，只可惜啊，不是那一世一家，是那个。人就伫咧啊！啊，这个心台鱼心甲口分两边，还佫有写了有较分开啦。心若听袂到口伫讲啥，口顶面还佫三个是底条，恐惊有第三者去阻挡。所以心甲口吼，还要我较近，才会当有心声吼传到对方。啊，不过就算是传到对方啊，顶面迄个三个话啊，再二八，恐惊一死啊，也无得解。我对方已经记住啊，嘛够有男朋友，咁我你爱我用抢？我唔是讲过，就算讲白啦，迄个三角暂时也逃未开啊，要怎经营是个人的缘分啊。真的啊，啊你讲讲遮尼多，我讲讲无讲，唔是同款意思。我认为先你讲得真准，多谢。我已经想通了，我继续讲出我的心声给你听。反正有一天，这三个头发都套。你看，我就讲算看嘛，不要紧啊。你今麦是不是都有新的希望啊？对哦，蝴蝶包裹。
有什么人进来？提单了，没好钱让看见，你嘛没好财无？提单了，是，谁来？张副队长，这些观众叫上来这么大，还对我们本家人警戒。张副队长，多少观众叫有打电话来，讲来对够几分备份光碟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好用。是，还阁有啦，拄只代志，不要甲任何人讲知影吧。我知。身躯边，咱袂当可以用这个懊悔拍卖。不过我已经准备准备掉啊！我真正唔知要安怎，我准备买一枚啊！姐姐，你要坚持落去。赵英凯用孙万要保护咱两个人的，伊如安尼做，咱愈袂当认输。够消贪的，竟然要得三亿，真正消你啊！唔对啊，应该够像是安尼啊。这人特别来传简讯来，就干那要讨钱，而且一开嘴就这么大笔的金额。刚刚偷袭我的人，不是应该是另外别人？那有可能啦。够像会安尼做，这么形容我嘛唔知像会安尼做。到底有啥物人会用走去阮家，而且佫知影我甲你的关系？佮咪是狗仔，还是咱的甚物元首人啊？到底是甚物人？文昌，这手机简讯你可以调查一下，看卖是不是当追踪出来，什么人传讯息给我？给你。无效啦，对方刚才讲，这把柄是王八机传的，就准讲查得到也无效。那你即摆是要安怎？刚刚恁只一点办法拢无。你放心嘛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查出这到底是什么人做的。那真正我查到，我绝对爱伊付出代价。等下你爱开临时董事会，心情唔通让这个代志影响到。我你等下要安怎甲李嘉明抢董事长的大位？文昌，好佳哉，有你踮伫我身躯边，我唔只会当真冷静。对啊，小等下会议无你无我做位开好不好？我若无惊讲我即摆精神状况无多一个人应付。好啊。我陪你去，啊！不过你免烦恼，有阿宝斗三工，我相信客大一定会继续支持你做董事长。要唔过这件
代志袂用敢那相信尔，咱一定要100%确定，这件代志绝对袂有问题。我给保证，袂用有钱无是搞错。你即马先打电话阿宝，甲伊确定一下。好，我即马敲伊。安叔，拢无人接无？你敢不是讲无问题，奈无接电话啦？你唔免惊啦，阿宝应该是伫路下要过来啊，可能是开车不方便接电话。你放心，凭我甲阿宝的交情，伊一定会拜托客大的挺你到底。今仔几个心情哦，我一片光碟，不管安尼乱吵吵。我煞袂记，顶边阿宝甲客大是哪咧听？所以我相信，就算讲李嘉明今仔召开这临时董事会，那里我无管，因为那同款，唔免想要跟我对董事长的位置点么求。这猫宝真正有够高资烟呢。连开会，我那从妈妈来哦。李总哎，小丹你刚才开会开到一半，哎，你妈天话就做啊。潘倩倩，我今是带伊妈来开会，阿丽嘞。哦，阿丽一个饭店当事长，带小王来开会哦。无你今麦是甲龙泽饭店当作是你的偷情宾馆，阿是八卦杂志的拍摄现场啊？你都未跟他拍摄哦？哼，我写贴刚就更小了。身边的小王啊。邵总诶，我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是唔好伫个遮后壁讲话。我后壁讲话，啊！你这件代志，报章杂志拢已经替你宣传啦，你阁惊人知啊？那是杂志后壁写的。啊，今仔真是大开眼界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迄种八卦杂志，敢若食饱营养无代志做，三姑六婆才会看的。想袂到，邵总诶，你安怎看个遮尔认真哦？等下，洪文昌，记得讲诶吼，你今仔是以什么身份来参加会议啊？你毋是龙泽员工，你无即个资格来参加董事会。李总诶，咱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进前你会当大叔大姨，请杨子欣做你的特助，予伊陪你开会。我是董事长嘞，我当然毛宽你决定，我要请黄文昌做我的特助，所以来陪我开会，这么是合情合理的。恁卖了准讲欠欠一个人，恁就当欺负伊，想要甲伊对董事长的待遇以外，无遮尔简单。潘金泉，进前当然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做董事长嘛。你唔但不甲饭店经营好势，还家己行为不检点，破坏饭店的名声。我相信大家袂给予你机会啊！我有长足的把握，这届绝对予你输甲心服口服。进前台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做当事长嘛。你唔但不甲饭店经营好势，还家己行为不检点，破坏饭店的名声。我相信大家袂给予你机会啊！我有十足的把握，这届绝对让你输甲心服口服。干嘛呢？哪里有这等你看？你这可爱妈宝，是袂安怎甲我打败啊？今仔日召开这临时董事会哦，其实一点意义拢无。也毋过，就因为李总的要求，所以只好麻烦大家专工走一撮来参与这个董事会啦。啊，这董事会今主要目的是要改选董事长。也毋过，我相信我咧担任董事长的这段期间，表现得这么好，咱饭店业绩蒸蒸日上，这是大家都看有。
以，我这当处长绝对袂免我。我爱甲你总有讲一声实的，恐惊这临时董事会开煞了后，你有哪共款的失望？部长诶，我看代志无遮尔简单啦。你对这间饭店用偌济心，还是做了偌济代志？阿公，你有适合做这董事长的位无？我相信各位董事对你最近的表现拢看在眼内。我建议啦，大家哦直接投票就赢的。蛮好啦，无需要浪费时间，咱直接投。是要支持什么人？要唔过，若是照顶边的结果看起来，董事长这道应该嘛是爱我来坐啦。你这话敢会讲想过紧啊？客多的拢未表态呢，到底什么人输，什么人赢，更唔知影。看起来你也是一定肯放弃的，唔像，假使通电话，我可以代理。重要的会议呢，你这个人是明后白几摆乱的。喂，周小姐，我咧跟你讲话，你臭女人无听到？林秘书，即摆先打电话叫警卫下来，把这个人赶出去。相公，我无事给你写。我今日就是以客待代理人事，出席。不可能啊，文昌。紧卡电话叫阿爸来处理，唔免卡，遮尔麻烦。阿爸人就伫遮，伊会当证明我今日是。各位董事，我今嘛就代表客台向各位报告。伊选择支持李嘉明先生做荣泽温泉饭店的行当。范倩倩，客大这届无要支持你做当处长啊呢？我看你都卡灵命啊！回去哦，把你的物件款款嘞，带着你的小王离开这间饭店。你讲你是客大的代理人，要唔过阮在座啊，无一个人捌见过客大啊，口说无凭。你讲有啥物证据会当提出来证明你真正是客大的委托？安怎？无话啊？啊，无证明？时间太过紧急啊，所以敢若有口头的授权，阁袂附准备授权书啊。啊，唔过谢元宝先生。伊会当证明我所讲的拢是真实。你竟然想要那空嘴薄舌，凊彩讲几句话，就要代表讲你是客大的代理人？那呢，我嘛应该自称啊，讲我嘛是客大的代理人。我昨个伊食大餐，而且伊嘛一直侮辱我，讲我表现让伊足满意的，伊绝对要继续支持我。既然你都不授权书啊，那那什么话都拢免讲。表示讲，我个今晚约个是龙泽饭店的当事人。我
款你，把你这个文化出去，因为我手头掌握40%。是谁讲你要龙泽45%的股份啊？是谁讲你即卖要有这个权利，用大只化规划多？啊、你哪来？你敢无当作我是恁爸爸？我交代恁律师去办股权转移的代志，我是讲咱办遮久还袂办好势。后来才有我发现，原来我的文件互你偷摕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竟然伫我的背后偷偷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你拢唔惊？我这个老爸会对你感觉失望啊！误会啦，我真正不是调工的，我了准讲。别个辩解，你的心肝来想啥？我一清二楚。你刚才原本我的心肝呢，还搁在蹲底丢毒。啊，不过我知你做出这款的代志，我来做个决定。现在林律师已经将股权转移的代志规办好势，所有股权转到我的名下，这个表示讲，现在你的身上连一趴龙泽股份都拢无啊。对待我，哥哥安那讲，我是你唯一的查某囝。江导诶，你安尼对待倩倩，伤过残忍嘛？阿爹咪，你这个笨手，你今毛什么资格？伫个龙泽当初会开嘴讲话啊？今仔日倩倩伊个人走进去，拢是你害。我想无，你到底用什么方法甲伊洗脑？所以正听你的话，啊，不过有一句你听好好，只要有你在的，真正拢无可能对我这摕到一仙五厘。所以若是你跟伊到底是为着要得到伊的财产，安尼你即马就用个私心啊。江董事长，我尊重你是饭店新的董事，嘛是大股东，而且相信你是一名理的人啦，所以。我嘛希望讲你要尊重讲，小新是客大，伊委托你，而且接受这间的选举结果。咱若是委托出这件代志，我会请小新照程序来行，以上紧速度将委托书送你麦当赎回。简单诶，你无讲话就代表你同意啊。李嘉明先生就是龙泽饭店新的董事长了。多谢，多谢各位董事对你我支持。我保证，我李嘉明做董事长任内，一定好好拍拼，照顾每一个龙泽所有员工，而且将龙泽拼出上好成绩出来。多谢各位。先生，你唔通怨我，这是你家己做得来。这边我一定要让你彻底，好好反省一下。我从来真正唔捌看到陈雪莉这款的爸爸，竟然指使我来抹掉家己的查某囝。潘倩倩，江导安尼做，拢是为了你好呢。你是唔通唔知影好歹哦？你到底甲其他讲我什么歹话？谁做也无支持我。好了，倩倩，代志到这来啊，无事我袂讲啊，咱我想办来办啊，姐。小新，多谢你，多谢到三江，我今日才有顺利将潘倩倩委当署长的位给救出来。
是要开商店的，较免伊看到。你走啦，回去了后会记啉烧水哦。卖醉。阿伯车停伫边，我送你个车。老师，你刚刚送我回来。是我做车你啦。对啦，现刚吼，我请你食饭，啊你先生，唔通负责我。好啊，你家开两台啦。是我。一碗鳗丝，好出来。头家，我要一碗鱼仔汤加一只姜。好，出饭汤。哎，是你哦、喔！大家都好，今天都着你。你买来这杯鱼仔汤哦？对啊。这碗鱼仔汤哦，就清就好啉的。你算内行的哦、喔。我男朋友外推荐的呢，大家来拢讲哦，要加足侪姜的。阿丽，你要食盐水哦？不是我啦，是阮朋友啦。伊哦爱食完美的，你甲伊个性同款，即真即实在。真正是虾米人啉虾米汤啊！参像我的男朋友啊，伊讲话就是安尼酸又香，而且佫一头热。任何代志只要互伊参悟着，到尾一定爱听伊的，就参像姜同款啊。任何的食材只要加姜来煮，到尾也敢若纯姜的滋味。你讲的敢是顶一辈我无机会熟悉迄个男朋友啊？听起来真有个性哦。伊个身管是真善良啦，啊，不过就是迄支嘴较歹，做菜就食姜啊。姜一开始食的时阵哦，就歹伫喉的，啊，不过吞下了，规身躯拢温暖起来。听起来你真正就该你这男朋友的哦。新鲜跟我告白哦。哦，告白嘞，告白这件代志哦，离我有够远的啦。讲啊，我较早去用告白的时阵，我为着要试验对方是不是跟我同心，我阁做一个实验，结果点要甲伊做伙呢？我甲我当前男朋友约伫一个足热闹的所在，我甲伊讲遐哦，足歹停车，叫伊哦，应该坐公车来找我。伊若是袂着我，一定做着急的啊！我就秘伫边啊，甲伊偷看，看伊有啥物方法来找我。啊，伊若找会着我，就表示阮两个有默契，伊嘛有够了解我。你伤困难了啦。也不会坐公车啊！我讲啊，是我当作男朋友啦，啊，就算通过试验，最后也是分手啊。不要紧，我来试看卖。你要试，啊，不过每张状况无同款呢。我看卖要讲啥？小龟，这个爸，是讲你真正是爸爸哦，人生的光明顶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好好学习，将将好，让我的人生我都重新搁充满希望。放心，爸爸绝对对你不离不弃，继续一块，再个拜，好。喂，安怎？这几日在想我？俺不是讲要买鱼仔汤给你。看住我姜丝啊！即马天气开始反寒，加食姜啊，对身体较好。今仔日迄鱼汤店无开，我要去第一附近遐买，你敢当来搞仔啊？嗯，啊，平常时唔拢徛好多摆，那容易歹我接你啦。你嘛知影吼，有男朋友会好。那会当做手机，可以当做水电工。半点钟，半点钟我就到，吼。嘿，邓姐啊！遐就歹停车呢，因为今仔日遐有大型活动，啊，佮有交通管制啊，你坐公车来，坐公车会到哦。公车我唔捌坐过公车呢，哎，江江好，我到底是要创啥？哎呦，等你未穿公车的路线佮号码给你，就安尼哦。我袂睇见够恐怖，刚才随时我隔壁不过，会去互踢破。你敢真正看好伊哦？我唔是跟你讲，我含我前男友最后还是分手啊。这种测验哦，刚来当当作是热恋的时阵好耍，袂当当作标准啊。伊就花心了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要甲测验姐姐。
妹妹啦，妹妹啊，你接送啦。太谢了，我江江好无代无志，叫我一平哦，爱坐公车是够可惜啦，对。我你们好啦，支持大众运输工具环保，嗯，没办，观念没办。我今晚应该去对面坐，也是在这边坐。这是咩会啦？嗯，不是大姨，太谢该请教一下吼。总共我若想要坐公车过三立商圈，我是应该在这边坐，也是在对面坐啊？在这边啦。哦，在这边吼。哦，你这双花水呢？啊，这双我谁？少年呢？你问一下多尔，要遐尔客气啦？那无啦，我未甲你讲啦，因为吼，我即马要过去找我女朋友，啊，拄好会当甲你买花哦，送互你，啊，这双谁？我为中道啊，未甲即久，你是我头一个人客，生意第二个就好啊啦。啊，未开始哦。是啊。辛苦呢。啊，无安尼啦。这全部拢买啦，三千有够。收济啊啦！啊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你收袂啦。多谢。哎，啊，你要坐就是这班啦。哦，这班哟。嘿。多谢你，多谢。哎，阿姨，阿你来遮。我嘛拄好要坐这班车回去啦。哦，才拄好。哎呀。大哥，拍摄，我拿好几千个，干嘛找找？我到人家里，我爱用悠悠卡拍摄。我叫我悠悠卡啦。哦，阿姨，多谢你哦，拍摄拍摄，多谢多谢。吓人呢，你可以当回家啊？哦，会咧回家哦。哦，阿姨，多谢你多谢。哎，拍摄的，大家都请坐，请坐，下来困眠哦。谢谢。哎，别。不要光麻烦。我这是问你，阿公在吃什么？你这放在床上。那个东西吗？你知道我赚钱辛苦啊！干嘛？讲话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帮你钱不行吗？阿姨，我提一台多啊吼，你后尾我提来送人，你唔当收伊的。对啦。我搞大声讲好吧。好。谢谢美女。说一定要母亲节才可以送花的，把这花送给妈妈，感谢她平常这么辛苦照顾你。嗯，谢谢。是不是还少一句话？哎呦，你看多好，谢谢。哎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是江江好基金会啊，今日头都有办活动啦，送花给你心爱的。看你某在边啊，囡仔某这么辛苦，你马上到三楼去。好，来介绍了哈，你看我，帅哥，来来来，这花免钱的啦，送女朋友啊，其实吼，交通费要送的啦，就是爱好老人照顾，还赚多少钱啊？我讲，你要开心才送的。来，后面也有，哎。多谢你啊，辛苦了哈，多谢你爱心，谢谢，多谢你啊。想袂到这是大公车，既然有这么特别的快乐。车来，还是偷吃布坐客运车？我唔知呢。
手拿一朵花，家己整个跟他斑马一只。干嘛？知道。你看无？我家己看过了，你看。我是高江江好，啊，不是讲要伫遮，我无迟到啊，人是走一队啦，叫我坐公车来，奇怪啊！你看到我是谁？卖假啊啦，江江好。哎呀，无简单哦，真正坐公车来，无我靠。是讲哦，你出到这什么地无？之前早就有人搞苦。嗯，你今晚是咧搞我当官，你搞我一个女朋友是？你真好大胆哩！你搞我过车是想跟你客气？上帝！专门在练劈腿。你好，我叫安晨曦，我是刑警大队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听到咱刑警大队就惊着啊，通做歹代志，是去用抓去。阿伯，您去约会，我买这电灯泡，我先来走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要来加票吗？没有加。不是要约会啊？加。敢问甲饭店的经营权留予你家边嘛？无好继续做董事长。早就甲你讲过，叫你甲财产转来我的名下，你就是唔听嘛。结果不甲即马呢，股份拢予你妈收倒转去啊，啥物拢无。咱是要提啥工算啊？黄文昌，无你即马到底真心爱我，是袂要紧遐钱啊？我当然是真心爱你，所以才会替你着急啊。啊无我即马也毋是同款陪伫你的身躯边。那你上我今麦卖给我阿细细了哦，底下你怪我无甲国分让乎你，我今麦去做坏，你唔知哦。潘倩倩这小杂某，搁咧起饭店啊！我已经摕着我要爱的物件，了后用早离开伊。那无伊的情绪这么无稳定，就参像一粒不定时炸弹，唔知当时的爆炸。是的，倩倩，我只是关心你，你莫这样激动。我去倒一杯水给你啉。江大通，无猜我今日是啥吧？竟然在这时阵联合外人来做伙对付我。以后别想要爱我友好你。
家人搁传情讯给我，紧，你紧看麦。三亿呢？我要哪有遐尼侪钱啊？可恶！到底是甚么人？姐姐，你别紧张，咱做伙来想办法。也不过我今嘛就是无办法啦。文昌，安那无？三爷，你想出的？毕竟那片鸦片哦，是咱两个做伙去。倩倩，我若有遐个钱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，我马上就提出来跟你斗三工啊！啊，不过我今嘛钱全部拢卡在度假村那边，我真正是无良心，钱拢提出来。哎呦！谁专门请人要安尼对付我？讲真，你要我去信？好啦好啦，你跟林静的代志还袂到最后。一定有办法能够解决。阿姆哥，刚刚春节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林爸，去求林爸，拜托伊替你出这三亿。无可能啦，阮爸态度打正的，但是我今麦求伊也袂插我。没啦，我相信伊今麦是当咧红火头，伊袂真正这样绝情。国家安怎讲，伊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亲生老爸又该安怎？伊在正人的面头前，何解你无面子呢？伊对我这么凶，今仔你干嘛要我去求伊？我知影，你为着要跟我做伙，受着真侪委屈。不过今仔，咱真正敢剩一条路通行尔。我相信恁爸对你也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好好甲伊讲，伊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我也去想看卖啦，啊，这头壳足疼，我先去你内底睇一下。啊，我扶你。咩啦？刚才我保险已经买好啊，安倩倩，我陪你演戏演这久，若是无让你吐钱出来，我不就了罪了。彩文，小金。恁即个回来哦，我拢无好好甲恁接风一下，实在够歹势。来，我先敬恁一杯哈。嘉明拄则啊，搁伫个公司无闲啦，伊讲伊会挂过来，即摆家己伫个落呀。姐姐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拄啊好，咱大家当做伙食一顿饭哦，欢欢喜喜开讲，安尼嘛真好啊。嗯，迄是恁好斗阵。这次好再为小新斗三工，啊，若无嘉宾哦，搁卡在总经理的位置，和迄个潘倩倩压落地，总算是出一口气啊。虽然讲吼，我嘛有实在老客，啊，不过有小金的斗三工嘛是有差哦。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老客才肯定这么的定点，而且嘛看清楚潘倩倩的人品，唔再改变伊的态度。嘉明有法度做当署长，我真正无出什么力。哎呦，你想过客气啊啦。彩云，你是做个好命的呢，查某囝唔但生了水，还佫有能力，而且又佫友好，这款查某囝也无得找啊。领导包哦，嘛真乖啊，做好事真好呢，佫会当照顾出来啦。哎呀，讲到这个宝宝，甲我一见面都是冤家啦。啊，不过虽然是安尼，嘛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我赶快嘛是爱疼你心。小金，你即个回来，唔但会当甲阮顾到三工，而且买当加倍加面一个。嘉明的身躯边哦，就是欠你这款有能力的查某囡仔啦。正经哦，伊实在拢是一挂奇奇怪怪，好佳哉无做伙呢。啊若无，我真正是对心肝。嘉明的条件这么好，有能力哦，佫真优秀。我相信，已经女朋友讲讲哦，一定真好。那是会当见到亲像小金这款的查某囡仔哦，我就更加欢喜啊啦。对啦，彩云，既然恁回来啊，我就安排恁住龙泽饭店的总统套房，遐有人照顾，嘛有人摒扫，看恁讲需要啥，甲嘉宾讲就好啊，伊会处理。啊、哦，是讲哦，我甲小金去饭店住，特别想麻烦嘉宾啊。嗯，那会麻烦，一旦给制造一挂机会，和小金啊，佮嘉宾熟识，我是更加欢喜呢。哎呀，刚刚够讲话啦，来，紧食，菜拢拎起啊。好，多谢。小姐，你爱加吃瓜，你想啥啦？多谢阿姨。
长，啊，你也较好啊。啊，我甲子欣哦提早回国啦，即摆已经到机场啊，多少路未去，像我卡是做了你诶。真实了，我嘛伫机场附近诶，啊，若无我过接你啦。啊，恁拄落飞机哦，佮加上出关的时间，我过接你应该拄好啦。哦，免遐尼麻烦啊，免遐麻烦。我甲子欣家己坐车转来伊就好啊。刘董事长，这条就会麻烦啦，啊，熟悉人去接嘛较安全。您等我，我先过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你都麻烦你了哦吼，啊，无咱见面再讲哦。嗯，待会见。喂，妈。太谢啦！昨天徐东妹跟你餐厅食饭啦，阿雄雄哦，病医病代志吼，爱归处理啦，我都跟你去吃。阿妈，我你个头前还过来讲钱啊，过年刚哦，就请你食饭啦吼。好啦好啦，欸，我先跟你讲哦，迄总统套房爱让出来给你住哈，爱好甲你照顾，知影无？妈，我知影啦，我优先处理啦。好啦，爱就先安尼哦，吼。好啦，再见哈。太衰啦！嘉宾讲哦，病医病人事务状况一挂未过来啊。啊，不过又讲，连江哦，伊会专工请你两个吃饭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少年人哦，未来都应该专心家己的事业吧。嘉明是管会执行长，佫是饭店的董事长，一定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啦。嗯。学姐，啊，你生一个这么壮才的后生哦，不怪你当家头家嘛，都这么疼你的心。啊哈。阿姨，嘉明在你阿保营，一定要别食物件。等下我包几项菜送去别人给伊。嗯，当然蛮好。你看，小金哦，就是这么大心啦。嘉明要有你照顾，哦，我给我放心的。嗯，来来来，你吃哦。好。你的汗袂？爸，没啦，你莫烦恼好不好？咱在美国时阵是比即马较好寒的，台湾即马即个温度是配上了。嗯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子欣的行动，啊，就敢那复原了呢。啊，奶奶这届去美国去做治疗，都要白去的啊，是足好的。牛蛋，哦，子欣，我你再见就到位啊。嘉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来来，我小行李哦，给车定了。哦，来，哎，多谢多谢。你那提早回来啊？是不是想讲已经治疗好势啊？想讲哦，提早回来台湾休养。是安尼啦。美国医生团队吼，建议子欣等来台湾休养几日，然后因贵的医疗团队也寄来台湾，用上最新的技术给子欣做示范的医疗。爱哥做第二届治疗，子欣听美国不是？阿伯，子欣，是啊，我这边的手术没成功。太衰了，过夜孙公。哎，我看到哦，我看到有人就失望的表情哦。嘉明，你应该知影，无人会当保证手术一届就当成功的啊。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啊，
我真正足好运的呢，因为我阁有第二届手术机会。志兴，你真正足坚强的，我嘛真佩服你。今日我做我是你，我做袂到。还是因为哦，我有一位足勇敢、足坚强的前世情人。我讲要放弃我，我哪有可能先放弃我家己啊？哈，对吧？我哪有可能放弃你？你是我宝贝查某囝呢。嘉玲啊，总共一句吼，真感谢你啊！阮伫美国迄段时间，互阮遮尔侪支援啊，甲帮助。啊，若无我甲子欣两个人伫遐，一定有真侪代志我当处理。我家在有你。我老爸，天堂阿咧讲啦，佫无多少感谢。我敢若希望讲嘛，子欣伊把手当复原，啊，若其他诶，拢无重要。呀，咱就啥？好。总算找到嘉宾的办公室啊！谢谢你。杨子欣今麦是看无，而且这暝跟他去照顾。嘉明，真多谢你，知影我到北回来，佫特别来接我，而且佫马上安排一个遐尼完整的检查。唉，歹势啦，是我吼想要着急吧，拢袂记咧一当都袂去转来台湾，马上替你做安排检查，会忝无？袂啦，我才袂忝呢。哎、欸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是目睭无看，跟我的体力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你的笑容啊，我担心过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有真关心我。我知影，咪继续关心落去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有真关心我。你嘛知影，咪继续关心落去。这个希望你去美国做治疗，就是希望你把机会当作更好。也过更加希望你会当离开这伤心的所在，好好整理家己的心情。你目睭需要医生做治疗，才当复原。也过你家己的心，都要靠你家己。我的心，我心内伤早就已经好啊。经过这段时间，应该早就无伫我心肝内啊。是讲我即马还袂准备好，要讲一段新的感情。我刚刚想要甲我厝内人好好过生活，期待伊也照我讲。嗯，你讲了对啦。咱即马都莫讲遐，好好过你家己生活，吼。感谢你对我遐尔好。既然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那呢有一挂话，我应该甲你讲好清楚。我知你对我是，啊，不过你真正无应该，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我相信你真紧就到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查某囡仔。李明山，你讲这我听袂落去啊，你就莫搁讲啊。既然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那你有一挂话，我就要讲好清楚啊。有一挂话，若是讲清楚，是会伤心的。啊，咱既然是好朋友，你顾虑到我的心情，我嘛尊重你决定啊。咱就一人退一步，好不好？我拢总好啊，哦，一切拢 OK。
前面准备就是好吃好吃的东西要你吃。哦，嘉明，今天这就多谢你的，那呢我先来回啊。你不能这样说啦，阿婆我送你家回去。不用啦不用啦，我跟我爸家回去就好了。杜小姐，你不是说我们是好朋友？好啦，那恁就麻烦你哦。爸，呀，呀，哥，干嘛的哦？我知道你对子欣哦，足真心的，但是你也了解，伊的心要拍开哦，无遐尼紧啊，你可以淡薄仔时间，好不？想袂到江家豪跟小西竟然有熟识，哎，小西敢会来江家豪面头前讲我什么歹话啊？辣妹好不？我感觉都是你看的。不啦，那好，我现在想讲，你刚从心里想要什么出发？我现在小安，你刚刚真紧张哦，你想要创啥？小安可是身上真高追啊，你想要把你的咸猪手从朋友遐去哦，那若无就把你手剁掉。你在搞假事，我拢唔知我女朋友这矮个话呢，吼，假。哎呀，好看哦！你等我告白等真久啊，哦。你水面，我是怕你伤害着无辜的少女心，你在自愿吸收你这一个花心男，你那天讲过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、啊？等下，讲来我够委屈了不？哎，我是牺牲我家己接受你这男人婆呢，你看我偌牺牲了不？讲我男人婆，我就不爱跟你讲你的面去搞着冰淇淋，和你强求。我想女朋友，女朋友有钱，要想找个囡仔，冒着性命的危险，愿意对我钱，我这样太有魅力。笑分真侪种啦，那找个囡仔一种笑叫做嘲笑，啊，那你迄个面种笑叫做傻笑。我准备笑我怎样？我咧排除包，那小学生的呀。行。魔镜啊，魔镜。世界上谁最自我感觉良好？你看拍心呐哦，俺们较早讲的啊，这病情高着哦。啊对，切，安尼就高追啊。高追查甫人呢，拜托的，高追你讲我幼稚哦。幼稚照着上新闻啊，好要紧啊。规日就算讲你是幼稚鬼嘛，是我的男朋友啊，我绝对好好啊给你照顾。哎呦，好有爱心哦。到圣诞老人的发礼物呢，给他特价礼物。来，你好啊，够不着，不可以乱丢垃圾，载我干。这浪费好囡仔，卖讲笑啊。没啦，你看那排这书包，那小学生的，去排队，去排队，去。来，圣诞快乐，领礼物哦。谢谢。我也要。今晚无安呢，你可能爱看我照顾哦。我先好你啦。不，圣诞老公根本赏脸呢。规日拢是送的啊，哪要送小朋友啊？卖干笑啊！等，这个袂行。小朋友，等一下。我，来，叔叔跟你说，这个是限量版的，限量版的，你拿走吧。谢谢。这名牌无俗呢。拜拜。我朋友要给我。不要紧。不要紧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你看没？看圣诞老公公上面什么 label？ 就奇怪呢，路边本的 label 是试用包，就是便利贴，那我说要有名牌钥匙圈给我。
甲等着啊。是啊，我找到原厂，请重新生产哦零件，要退换。啊，不过伊在库存内面哦，找到，唔知我到时会寄到什么款。真是我收到上好圣诞节礼物啊！来，我退换。是讲吼，这真正是幸运表啦。就像这幸运表，我们叫都拄着你，真的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我们的感情。态度怪呀！哎，是讲我送你礼物，你嘛应该礼尚往来，送我礼物就对了。那有人给你讨的啦，真正有够厚面皮呢。好啦，你要礼尚，我送你。我跟你讲哦，哎呦可怜咯！你看啦，我知你介意啥，我就送你啥。我就爱跟你讲，哎，要小个细心。阿娘要计较，真像个幼稚。好啊，我就送你一项绝对足够意的礼物。Angel， 哎，你的头来 ，Angel， 行。啊。等你来看卡啦！好啦，紧啦！嗯，我看。未歹。嗯，以后按时就穿这件衫困，爱甲面顶的礼物好烧。这份礼物心情就有意义啊！拜托，我想我李家亮的，我大是过身的，叫我穿这衫困，用夸张叫笑死哦！你困的，啥会看到啊？很久哈，我要上很久，刚刚你看是吗？然后后面后面，老婆永远是对的，丢下料太厚了，啊不要先生，爱妻守则，哇，这么一条下个拢有意义嘞，老板，现在清水要滴，放一点爱贝哈，打给我谁？199199，何立章，好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圣诞节礼物用最具台湾代表性设计的红白塑胶袋袋的，正好一些大些给收。干杯，谢谢。这样。明诶，你现在想办法去搬倒去。挑战，30分钟内吃下10碗地狱麻辣烫，赠送忍者龟一只。好的，预备挑战。对方今天有够后悔，来攻，来。他是向我们挑战，是向让你弟弟，向让你弟弟。我是替你报名挑战，好不好？你啊，吓破你啊！你要稳住，我吃，爱坚持，爱坚持。不管怎今日哦，一定要替人做过个小心肠，别讲两下个。你唔通勉强嘞，你就嫌咩？为啥就唔好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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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真正啦，我超过30分钟了嘞。真的，
后一天的事业你的收来你。我看想法不都要紧啊。不完全不好。我想我从这在这样给我生不如死的样子。那是讲这小规模型哦，是马铃薯种，这是我得到的奖品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啊。没啦，这些变性名店赢来呢，我一定好好跟你顶上。哦。哎。嗯。我咋搞啊？好久我回头看，分享。你多少钱啊？嗯。我送你回去啦，安尼够安心啦。我知影你咧想啥哦，你是毋是想讲要送我入去，然后起来楼顶啉一杯啊茶，刷落来你着。我就继续去啉一杯茶啊。你才袂遐尼单纯，甲啉一杯茶。你一定是想讲，我哎呦，我甲你讲啦，有一款代志哦，袂当今日豆豆来，相机我是无法度接受的。是啥物代志爱豆豆来啊？还是什么收紧三十分钟有够？什么收紧上班啊？你是要白讲啥？嗯，是咧拍摄啥啦？拢大人大进啊，不是因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生理需求。你给我连麦讲，你给我。我是讲上厕所。那是，我今天已经出来了。先跟你我白讲，我来走啊，你该坐公交等。我讲你这女朋友不及格，上无你嘛来这 kiss goodbye。嘴拢麻皮啊，是要真正，这嘛无尴尬。我试看卖下先。哎，什么干嘛？干嘛呢？拢蒜头的味。你家己买我蒜头味。真正，搁试一个。哎，你买个来，我要来走啊。哎。好耍你啊！没啦，你老爱就好啦。我今日有小事看你哦，你敢要脱头啊？洗澡鬼啊，有够高水的，笨蛋！阿豪，我们家也秃头。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晚来洗衣，当内东来当接受挑战呢？原来林静起来有什么代志做不到？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。好了，你听歌。啊，那想要听老歌？嗯，老歌才是经典，值得回味。啊，那过去就回过去，我今晚是带我们过去 say goodbye。不要过去 say goodbye， 干嘛你看淡？我把过去放下，是为了迎接新的未来。你家己嘛有真侪过去的包袱啊，我都放下，敢毋是？所以你嘛鼓励我，爱提起勇气，向我太太一讯告白啊。迄嘛就是讲，因为过去延续到今嘛，还有未来，都看你家己安怎做。哎呦，我的状况跟你无同款呐！我祝你哦，会当顺利拥抱过去，和恁太太变作你的金马，还有未来。啊，那我哦，我要继续听歌。如今，你问。
管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对我很友好，是讲我即马阿袂准备好要讲一段新的感情，我刚刚想要跟我厝内人好好过生活。我知道你对我是，啊，不过你真正无应该，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我相信你真紧就当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查某囡仔。我到底是要怎麼做才能走入你的心肝裡呢？身体比较无负担啊！我嘛安尼哦，也好看阮妈爱食运动啦，伊就听袂入去咧。哎，无对抗哦，你去甲伊讲，伊较听入去哦。你真正足无意思的呢，食饭你嘛无来，即马阁叫我苛刻恁妈，叫伊减肥，是要害我？歹势啦，啊，对啦，应该是我家丁哦，去甲伊讲。甲你讲算笑的啦，既然拄着啊。做伙练习效果搁较好啊，就来比一下好吧？好啊，两个人做练习较有伴。嗯，给。囡仔吼，就愈危险。哎，拄只吼，我是手吼去闹着啦。啊，那即马都无想另外吼。爸，过来。来。照顾无了这样子过，真正就爽快。嗯。多谢你牛啊！我哪有牛你啊？还是你家己哦，实力嘛真好，平常时你运动，嘛做生好，你的工作这么紧哦，都好完啦。就表示讲哦，你平常时哦，生活习惯嘛真好。生活习惯搁较好，心情无好嘛是袂了讲。你是不是心情无好啊？看你就有做。那有啦，淡薄挫折，啊，真紧就过去啊。那呢，以后你做运动，就要会记得叫我来哦。就亲像咱伫咧美国的时阵，你陪我做伙做福建，做伙做运动，啊，搁有啊，陪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陪我走出低潮。你改变的，唔那是我的病，啊，搁有我的灵性。是你想客气啊？
你家己这种意志力、这种决心，我们就都会有这种劲啊！看到你今晚这种健康，也是我上大成就感。好啊，那你以后等你又来做运动。我看你脚拉伤，无得开车，那无再转去啊！我有一挂物件哦，要给你妈顺畅送过。唔免啦，小可商量。卖个多强啊！你就我再转去啊！你应该白莲十位那天开车，拢感觉想到你的自尊心哦。哎呢，这伤自尊心呢。跟你讲真笑呀！啊哪呢哦，我都无客气啊。嗯。好，我先来换衫，待会门口见。好啊。嗯。这个我一定要用咱的去争取个家未来，不论是事业、感情，我拢爱完成这嘛。哎呀，小金，人来就好啊，搁送礼物，那才有心哈。来，坐哈。啊，恁两个人今日做去运动？哦，是啦。安尼好啊，你常常是咧讲爱运动才会健康。看起来小金哦，嘛是一个爱运动的查囡仔。以后你若是有闲哦，就小小来去较有看啊。是啊，小金哦，确实是真好啦。啊，无你大大讲，我来倒地。阿姨，太谢啦！我的公司还阁有代志，那不我先来走啊。啊，这么紧就要回去啊？先饮一杯茶嘛。唔免啦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。家己开车较顺利的哈，好，欢迎客家来坐，阿姨再见，好，再见哈。看起来小金对咱家明嘛是有意思，希望因两个人会当斗阵。哎妈，嗯，啊小金嘞？哦，伊讲伊公司有代志，先等伊处理啊。哦，对了妈。咱在迄酸痛贴布哦，放伫倒位啊？我今仔手哦，无小心去漏着。啊，就伫迄拖鞋内底啊。哎，啊你是安怎？平常时一个这么流利的人，哪会去受伤？这么无小心。啊，运动啊，难免受伤啦。以后我会注意啦。对啦，啊你昨到底是去公司什么代志拖掉的哈？不然伊约好要甲小静妈妈食饭安尼，佫无阿倒来，安尼我对人就失礼。哦，我咧病的代志啦。别代志吼，我先处理啦。我相信小新伊袂安那只对啊。是啦，小新这查囡仔捌代志阁大方，是点顶下货也无得找。这么好的查囡仔，你若是有法度了到手，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。而且我相信你爸吼也足欢喜的。卖亲像这样同款啦，带啥物快递买转来，粗鲁又阁无礼貌，干来遐哦，巴结恁阿妈尔。非得你就是听我的话。应该小金做伙就对啊。妈，你妈安尼讲啦，啊，这感情哦，不能双方面爱互相甘愿的啊，唔是当提来比较的。我甲小金伊妈妈吼是姊妹仔伴啦，卡说咱两家会当做亲家，对双方拢好。非得哦，你就是较紧甲小金撩到手就对啊啦。伊对你以后的事业嘛是最有帮助的啊。啊，搁有，将来你若是要坐光辉集团的大位，嘛一定是有希望的。妈。我跟小新哦，阮是好朋友啦。啊，那不是一定要我约才会用的啊，一切顺其自然啦。嘛，不是讲你看我这一个好样的查某囝，啊，我要约，我得约到手啊。一切哦，随缘啦。嗯，就算讲是随缘，你嘛是要家己争取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先给你换衫，较等下去公司无闲的。今麦靠好自省，唔知道是不是影响到伊休困。伊的心要拍开哦，无遐尼紧啊！你给我一淡薄仔时间，好不好？果然大大胆，若是唔等，敢真正等下到自省才许我迄一天。
舅舅，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呐！你跟我交换任务，和你去帮伊玩好不好？哪会这里多好啊？俺拄到前男友。啊，不过有可能这都表示恁两个人够有缘分，是天公伯啊，要借这机会，和恁两个人再续前缘哦。你足无聊的呢，你明就知我哪一定无感情啊，讲这种。挂坏手链啊！哦，这是你的房间找到的啊！啊，之前你搬去大哥遐无摕走，我感觉足水的，就起来试看卖啊俩。这条手链啊，是我妈留给我，是较早我爸送我妈。歹势啦，我唔知啊，我唔知是你妈留给你的，啊，搁起来挂，歹势啦。啊，紧啊！真正就歹势。你若这么内疚，想要弥补我，你电话给我礼物，我去报你。哎呦，啊，不是我无愿意跟你斗三工啊，啊，不过大队长无可能会点头的啦。你想看卖啊？哎，议员是伊的爱妻呢，伊当然爱你这爱徒去给伊保护啊。啊，那真正是爱妻，伊是爱我自己去。好啦，卖阁烦恼啊！阿婆，我唱一首歌，甲你安慰下。你问我爱你哟，你就调岗的呢？无啊，啊你之前失恋的时阵拢唱这条歌，啊你今麦阁为着李佳亮，你的烦恼，啊我当然爱唱同一首歌，甲你安慰啊。我爱你，你好骨碌调岗。这是我送米可的珍珠手链。内面有一寡资料伫，你参考看卖。当年我袂当米可过着好日子，才送你一条手链啊，尔。想袂到，即马这条手链啊，才变成要寻找我囝这线索。哎，一定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我会赶紧找到你的查某囝。对啦，哥，和小金哦，紧找到你的查某囝，卡免和你的对手常常用这件代志来甲你攻击。顶抓方平为了这件代志哦，伫议会甲人爱冤家相拍，我是替你有够紧张的呢。因为方平啊，对你有够崇拜。所以我现在想要安排信义去议会里面做方平的办公室的主任，倘我替伊调解一挂代志，阿妈倘我再陪伊参加政治。吼，唔通唔通，我感觉信义无适合插政治，伊颠倒是会甲你拖累哦。免那会啦，啊，信义的个性随和，啊，人阁忠厚，而且伊现在是大队长呢，要做大队长，讲遐尼简单。哎呀，哥。做警察跟插政治都无同款啊！无你问小金。对啊，一定。虽然讲你的囝赛真拍拼，啊，不过嘛是因为大家拢知影伊的身份，我想这嘛是会当做大队长的原因啦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当能力无好，专门咧靠查某人才穿。阿哥，你无介意信义要批评伊袂要紧啊？啊，不过即摆煞加扎一支嘴，来遮乱咯。你莫误会，我是请求小姐要讲恁小妹的代志。哦，安尼可能是伊伤过热心，才会关注信义遐去啦。周小姐，我想要跟你讲啦，阮信义哦，毋是空霸，才有法度做大队长的啦。而且伊自头到尾也无想要插政治，是阮爸认为伊能力好，才会想要栽培伊。阮家的代志你若无了解哦，请你掂掂。蔡议员，你真正误会。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来替议长找伊的查某囝。安尼是上好的啦，要若无我今日继续讲哦，嘴子会去夹着。方明，厝内面有你的媳妇伫，讲话加客气。爸，
小安我也信任啦，就算讲伊伫咧遮嘛不要紧。我想要请问周小姐，你哪会认为讲阮家信义不适合插政治啊？方平，方平，小金是我找上来要甲恁爸斗相共找查某囝，算起来嘛是我的朋友。你讲话这款态度，敢那无啥礼貌。阿哥，我是想要问讲哦，伊是要来斗相共找小妹，还是要来教阮安怎插政治的？我安尼做，倒位无礼貌啊？阿姨，无要紧啊。蔡议员的心情，我会当了解。假使讲我替议长找到另外一个查某囝，唔知影蔡议员，敢阁会这样子聊天？我今什么是你讲啥？我会惊我小妹回来，你唔通袂记哦。这几年来，我是甲阮爸斗相共找小妹哦。还阁有啦，我为着阮爸的代志，伫咧议会甲人起冲突，安尼算是惊吗？你批评信义就准愈煞，即马批评对我才来，我看你是来斗人，来乱的啦。阿妹，不安，你来对人失礼。议长，真正无要紧啦。你着和议员好好啊讲好清楚，骂一个有够开的，安尼我才知影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得势的。议员，假使讲你认为我替你厝内底的人找人，让你无欢喜。你就跟我讲一声，我就知影，我没个管你那事吧。啊，不了，周小姐，我需要你帮忙。阿芳平阿讲话，这个所在，请你别看我心肝啦。放心，阿哥，你拜托小金的代志，一定会赶紧处理。那呢，我就先回去啊，卡要让你拜托一件代志，拜托我这样念给你。咱来走。一定要，我问到先失陪啊。慢些，慢些，慢速拜托一定要免啥。免什么？总算是新白酒看到蔡议员的脾气啊，真正跟电视一模一样。伊哦是做议员做了惯势，煞做对出面来啊，讲话无大无小。因爸愈加动哦，伊是愈挑工。就算讲伊看这阿哥袂顺眼，嘛应该看在你替伊爸找人份上，对你较客气。我看伊是惊我找到伊的小妹，伊就会失宠，唔才会跟我争的。啊，不过阿姨你放心啦。我袂甲伊计较的，你交代好我的代志，我赶快去办。我总袂当亲像你的侄女咁款，互你歹做人。你实在有够捌代志，但迄个方平哦，根本就甲你袂比。讲是讲卖计较，啊，不过我拄只嘛是忍袂掉，硬都转去啊。你是咧替我出气啦？搭这个方平哦，自细汉就甲伊母儿咁款，有样看样，当项代志拢是针对我来。自从选了议员了，出大阁较悬。那是有 case， 拢是随大帮人寄来设计，根本都是挑工的。阿哥有哦，伊选议员为的拢是伊的红色，根本都无想到我这个阿哥照顾的拢不是说出来。那安尼，我这个姓张的替伊出一口气，嘛算是真公道啊。是讲在人爸爸的面头前，甲伊的查埔囝冤家，唔知影敢会对议长受过失礼啊？没啦。我哥若真正有生气哦，都袂甲你送到门下口啊！我再讲，我这个小妹弟，你绝对当放心。安尼就好，多谢阿姨。免多谢，你若真正要甲我多谢，有机会甲阮家咪兄看家一个。根本就是你设计的，我们做的这么多，以前都按你结果。
这是你的资料。想不到那个空王安晨曦，竟然是一定的亲生查某囝。不然呢？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文忠，你真是抓准讲你有法度骗过我的目睭，今仔日就是恁阿父出代志的时阵。你若无证据，遐代志是我做的啊！我唔是法官，我嘛唔是检察官，我根本无需要证据。是，以恁的口才，海龙王应该真介意。能。